全地，明天是中秋节，提前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来自于旧约圣经诗篇的第八篇，这一首呢是大卫的诗啊。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牧羊人，那他也是一个诗人，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巴勒斯坦的旷野去观看星空，去数点星星啊。当然小时候我也数过星星，不过没数出诗篇来啊，我到现在也没数出星星有几个，后来有了雾霾也数不清了啊，就只有一颗星啊，就是眼花缭乱的金星啊。月亮其实很特别啊，月亮常常被赋予是纯洁清雅啊，也有一种遥远的追忆的这样的一种意境。那月亮呢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寄托和爱情的一些象征啊。有人说呢，其实月亮不仅代表心，其实月亮呢也和人的身体和自然的环境其实也有很多的关系啊。无论是大海在月缺月圆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翻动，据有些心理学家说啊，月亮的月缺月圆会与人的情绪起起伏伏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咱们中国人呢是以月亮作为一个标准的，当然呢西方呢是以太阳作为一个标准的啊，到底哪一个准哪一个不准也一直喋喋不休。当然咱作为中国人一定说农历准啊，
那农历到底准还是阳历准，我也不做道德性的判断，免得呢得罪人啊。这个不过呢，农业社会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会自然的以阳历作为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参照。月亮其实没有那么神秘，随着我们可以登月，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对它的了解，我们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就会发现说月亮只不过是宇宙中间的一个普通的星体，因为反射太阳的光辉，所以让我们在漆黑的夜晚，因为这一束皎洁的月光而让我们有一点安静、思想、牵挂甚至忧郁的时间和机会啊。我找到了一些诗句来描写一些月亮，有人说人逢喜事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分外明啊，到中秋的时候说这一天是最亮的啊，最亮的。马尼拉是有条件看的啊。那后唐有个诗句是小桥昨夜又东风，故国不肯回首月明中啊。当然这个就有点伤感啊，有一点悲悯的情怀，忧国忧民的一种情怀啊。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个更绝望了哈，这个就更让人忧去压力了。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看一首诗词，是诗人大卫写的，他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权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是上午，但我们知道既或我们看不到月光，但月光一直是在直手的反射太阳的光辉。但是月亮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怀，与我们对你的认识和我们的心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今天我们盼望能够从大卫的角度，让我们更加学会去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月亮升起的时候对你有更多的感恩和赞美，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加的确信，有更多的力量去，无论是日光还是月光，我们深知道你是我们永恒的光。我们敬拜赞美你，恩待下面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华人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唐佑芝牧师啊，他写了很多圣经的注释，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圣经不是人的神学，而是神的人学。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出于爱啊，出于爱。所以神造人是因为爱，神预备了家庭是因为爱。所有不是处于爱的动机而去看人的都不正当，特别是家庭关系。那么很多父母要一个孩子，他的动机不一定是纯粹的爱，不一定是纯粹的是爱的对象。很多人抱的光宗耀祖、老友所靠，然后呢很多很多自私的目的在其中。但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以后，把人放在一个伊甸园里，我以前有讲过，说伊甸园的意思是什么呢？伊甸园的意思是一个安息的，是一个蒙恩的。所以神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来去享受他，所以这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那么有一种说法是神造天为了地，神造地是为了人。那么当我们去看宇宙万物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不到神的爱的话，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宇宙万物当作是偶像去崇拜，那就是颠倒黑白啊，颠倒次序。所以无论皎洁的月光还是炙热的阳光，
对环境的情怀的寄托和理解，其实更多是我们的心境而去决定的。一同样一束月光，有人就是哀愁，有人就是美好的回忆，有人是牵挂，有人就是抱怨，有人觉得浪漫，有人觉得清冷啊。感受其实跟日光跟月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重要的是当我们觉得渴味，当我们觉得心虚，当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有这些需求和向往的时候，我们只是赋予了它我们内在的一种情怀和延伸。所以偶像的本质其实是我们自己里面要去我们需求的一种另外的一种延伸方式。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去看月光的时候呢，我们对满的圆的对于好的向往本质上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罗马书3:23。吴大哥昨天晚上我要这些经文，今天带进来有没有用？有用了哈啊！这些经文你一定要会背。罗马书3:23，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的意思就是你失去了一些东西啊，因为你失去了这个东西以后，这个东西拿不到，但是这个东西曾经在你的心中有过，你失掉了，然后呢，人就开始去寻找它。那找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找到假的，有的时候会找到的是替代品，有的时候可能会找到的是替代物，把它来作为心中缺失的一种需求的呼唤。所以越缺越圆的本质是什么？人有缺憾，人有遗憾，人有亏缺啊！世人都犯了罪，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罪？罪就是神荣耀的亏缺。什么是罪？就是上帝义的亏缺。本来是完整的，但是残缺了啊！本来应当是一百的，但是你有赔款，你有赔掉了，你的生命有毁祸掉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要围绕这个亏缺来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诗人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啊，何其的美。那么谈到亏缺的时候呢，其实这段经文中讲到了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说你从吃奶的孩子的口中建立了什么？建立了能力，叫报仇的，叫仇敌会怎么样？闭口无言。圣经给我们一副对诗的对比，一个对比就是仇敌，有能力的勇士，这边是什么？吃奶的孩子啊，我很有体会，最近我们家孩子正在吃奶啊，吃奶的孩子中建立能力啊，我有时候这样一个手这样碰着他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觉得说啊，所以我在抱抱王恩多哈，我现在过去王恩多晚上起来上厕所，我都是搀扶他一下，然后在后面推着，有时候台阶还在抱他一下。现在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照屁股起来了，上厕所，为什么呢？抱不动了。不是闪着腰了，我怕折了腰了啊！因为60斤了，你这样捞平捞起来往厕所里弄，你想万一摔个狗腿麻烦了，所以最简单是踢踢屁股，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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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厕所了，他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哈、啊，然后就上厕所啊。那现在这个小孩子呢，说从吃奶的孩子口中建立能力，你们觉得吃奶的孩子怎么建立能力？吃奶的孩子应当是人生最软弱的阶段，对不对？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什么都不能理，他是最脆弱的，他软弱的不得了啊，他软弱的不得了啊，他什么也不会啊，所以你给他什么他都往嘴里放啊，饿了就知道哭啊，这个不高兴了哭，拉了哭，尿了哭，看不到父母了哭啊，他唯一的本事就是有哭的能力啊，然后不讲道理的哭，不分时间的哭啊，不讲道理的，没有原因的会莫名其妙的会让你哭啊，会哭得你心烦，会哭得你想睡觉你也得去帮他，然后你正在吃的饭你也得去帮他，然后呢你正在跟他吃的饭他会拉在你面前啊，他完全不顾你的感受的嘛，
我正在吃饭呢，啊，他不管你吃饭的啊，所以他有什么能力？这是今天我们要去想的。第二个说是什么呢？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便对自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啊，人算什么？啊，哎，你算什么？但我可是算什么？所以人到底去算什么？这是使人要问的。但是圣经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他的对称是什么？是一个王子。最后是说，你派他管理什么？第六节、第七节、第八、第七、第八、第九节讲什么？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啊，这是一个管家。这里讲了三种身份，一种是有能力的勇士，一种是有荣耀的王子，还有一种是有权力的大管家。这是这张圣经中使人仰望星空找到的自己的三个角色。他看着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脆弱，但是他说我有能力，我有勇士的能力。他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我有荣耀，在神的创造万物中我有荣耀，我有尊贵的荣耀。接下来他说我有权柄，可以管理宇宙万物。但是大卫这样感慨的时候，我要从反面来推，其实这段经文中看到月亮的残缺，看到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这里的亏缺，我要给大家三个方面。第一个亏缺是什么？人的亏缺是这三方面。第一个，人有能力上的亏缺；第二，人有荣耀上的亏缺；第三，人有责任上的亏缺。你在能力上失职，你在荣耀上失职，你在责任上失职。你在能力上会缺乏，会让你无力；你在荣耀上亏缺，正面你会变得虚荣，负面呢你会没有价值感；在责任上亏缺呢，你就会发现你不忠心，你没有做好神所交付你要做的事。这是大卫看着月亮的，看着星空的时候，他有三个感受。第一是什么？能力的亏缺。第二个是什么？荣耀的亏缺。第三个就是责任的亏缺。能力的亏缺是指的是你该做的没有做，荣耀的亏缺是什么呢？你的价值感在缺失。责任的亏缺是该忠心的、该尽的你没有做到。所以勇士、王子和管家，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去看到能力，谈到能力的时候呢，要去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唯心论的著名的哲学家叫康德，啊，康德讲过这句话，他说哈，人最大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啊，人的能力他是这么说的啊，我有能力，我有自由的话，我的能力和自由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能力和自由不是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的，我的能力和自由是我不能做什么，我就有能力不做我不想做的事，那叫我是有能力，我有自由。这是康德讲的啊。那他是十八世纪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是讲了这样一个现象，他是反过来讲，他说我可以不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这叫我有自由，这叫我有能力。谈到自由和能力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段经文中，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中只有有灵的才会有自由的富裕，其余的是没有自由的，没有自由的。天使有没有灵？有没有？魔鬼有没有灵？有没有？人有没有灵？有。所以人、天使，其实魔鬼也是堕落的天使，因为是有灵的，所以这两种上帝的创造物就有自由。那么有了自由以后呢，就会有什么？就会有责任。如果他没有自由，他就不用负责任。能听懂的意思吗？你不能够向一个没有自由的东西去要责任，那是不对的。
你要想要责任，前提是他必须有自由。因此有自由有责任的时候，他就应当去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要去承担，要去承担。所以自由是什么呢？自由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是最尊贵的一个礼物。那反过来会说，自由也是尊贵的基础。听过那首诗吗？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抛，但是为了什么呢？若为自由故，两者啊，无论是友谊，无论是爱情，无论是金钱，为了自由都可以去抛。这是民主的精髓，也是人尊严的精髓。大家注意，如果没有自由就谈不上有尊严。人尊贵的原因，神尊重人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了人自由的权利，同样人就有责任需要为自己自由的决定来承担啊。所以自由呢就变成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礼物。自由好不好？自由很好啊，跟你身边的人说，你是有自由的。我们是有自由的，因为是上帝把自由意志放给了我们，所以让我们有被称为是上帝创造万物中很尊贵的。但是自由呢，你要注意，圣经中讲到自由的时候，你必须要小心几件事。第一，你要认知到自由是有限制性的。如果没有限制，当自由离开了限制的时候，当自由和命令不相连的时候，那个自由就变成了放纵。第二个，你必须要知道自由是什么呢？自由就是是有危险的。让孩子自由做决定是不是很危险啊？把自由给一个人是蛮危险的。但是你说我不让他有危机，你如果不让他有危机的话，你就剥夺他的自由。如果你把自由完全给他的话，自由就会有危机性。那个危机性是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了我们，上帝对我们有很大的尊重，尊重我们的表现就是他把自由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自由以后就对我们非常信任，因为他尊重我们嘛。你有了自由了，所以你就可以很尊贵，你有很大的价值，神爱你，神尊重你。但是这种爱和尊重背后你会有一个危机在。什么危机呢？就是有可能你会辜负那个信任，你有可能会乱用那个自由。但是呢，上帝为了尊重你，就冒着你可能乱用自由的风险还是会尊重你。所以我们的自由是有危险的，是有危机在里面的，是有限制在里面的。第三个方面，你要知道自由是有责任的，不能只要自由不要责任。如果一个要自由而不要责任的人就很麻烦。我可以自由选让一个女生作为我的太太，但是如果你这个自由后面不跟责任连在一起的话，你那个自由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圣经中上帝颁布的每一条命令的背后都带着应许，每一项应许的后面都带着命令，都带着命令。所以在用自由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责任是需要上帝要去追讨的啊。因为上帝是爱的上帝，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把公义和慈爱能连在一起的一个平衡点是什么？就是上帝有拯救我们的大能。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只要爱不要义，那就完全没有办法让你的公义得到保存，你的爱得到保护。但是让公义和慈爱得到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只有在救恩的大能中，你才能够把爱和公义的真理能够平衡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能力的问题。所以公平呢不是等量给予，公平呢也不是同等的恩赐，公平也不是地位分量都一样。公平是什么？给谁的多就向谁多取。上帝呢不会不给你自由却审判你的责任。
上帝审判你的责任一定会给你自由，上帝一定给你尊重，才会向你追讨你的亏缺，上帝一定给了你资源，才会追讨你自己的遗憾。上帝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知道说我们是有危机性的，我们必须受限制的，我们必须要负责任的。回到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来去看能力。能力简单的来说好，我们会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有行善的能力。第二个阶段，你有行善，你没有行善的能力，你只有犯罪的能力。注意听啊，第一个能力是什么？你有行善的能力。第二个阶段，你是有什么能力？你只有犯罪的能力，你没有行善的能力。第三个阶段，你有可以不犯罪的能力。第四，你可以不犯罪，你可以不犯罪。如果你是一个，你受造的时候你是可以不犯罪的，当你成为罪人以后，你的能力是只会犯罪。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是可以不犯罪。现在在座的基督徒，你可以不犯罪，你也可以犯罪，你现在是处在这个风险中。但是我们逐渐要往哪个角度进入呢？就是进入到不再犯罪，可以不犯罪，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自由。但是圣经中给我们的描述是什么呢？柔弱而有能力的勇士。经文这样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在这里的敌人、仇敌、报仇的都是非常凶猛的，都是非常粗暴的，但是神却用软弱的不得了的小孩子和婴孩来从他们的口中建立能力。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小孩是可爱还是可怕啊？小孩是可爱还是可怕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哈，我诚实的说哈，我挺怕小孩的。为什么挺怕小孩呢？因为小孩啊，猪同倒豆子，一切都直来直往啊。比方说那个邵小玉可以翻脸不认人的啊，你跟他好，哇，他对你很好，然后呢他一会儿不对了以后，你怎么说都没用，他绝对不会给你面子。你什么牧师，你要传道的啊，他才不给你那个面子呢。你再不舒服，你得给牧师一个台阶吧啊。我告诉你，咱全教会可以这么不给面子，就是邵小玉同学，他在拦你，你爱牧师不牧师，你爱谁是谁啊，来让我摸一下，凭什么啊？所以他一定会是单纯的不得了的。所以小孩子有时候讲话更吓人啊，小孩子会，所以有时候你没底儿的话，不要让自己太尴尬啊，然后去确定我帅不帅呀、啊、我讲他出来会让你栽个跟头的啊，因为他很可怕，他很可怕。所以小孩子软弱不软弱呢？小孩子很软弱，但是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从弱者的口中要发出赞美，让强者的口封闭。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大家注意，上帝的能力能帮什么样的人？上帝的能力就是要帮软弱的人。我今天在中国城讲啊，你知道医生啊最喜欢救什么样的人吗？啊，如果我告诉你啊，医生啊，你这医生和牧师有很多相近的，你知道牧师最愿意帮什么人吗？哭哭啼啼来教会了。就是你非常确认这个人是真的找你帮的啊。今天早晨简弟兄问我说，菲律宾最安全的城市是哪一个啊？然后呢我说是哪一个，他看看看看，因为什么？他是来我这里查询资料的，其实他早已经有答案的。然后如果他要跟我这样说，哦，牧师真的，我以为是那个城市呢，你这样一跟我讲，哦，我就改变了，我是真的透过你这里我才知道的，我就觉得，看我比你懂得多，我多棒。一个越谦卑的，一个越虚心的，一个越信任你的人，你去帮他的时候你就越爱帮。医生最愿帮什么人？
就是对这个医生很崇拜，医生给了药他就吃，然后让他打针他就打，然后呢他不断地跟医生说，医生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种病比较好治，这种病人比较好办。最怕哪种人呢？就是那种病虫子啊，他病久了以后呢，医生一给他治他就说这个行吗，然后一给他什么这个呢行吗，然后那个行，这一种是非常难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得花功夫让他把他的里面，所以喂王恩田是最好喂的。为什么好喂的呢？因为他吃的东西就那一个，然后呢他饿了，他饿了真的会告诉你他饿了，他绝不会说他不饿叫你的，他要是哭起来了一定有原因的，他绝不是无理取闹的。小孩子不会，像刚满月的孩子绝对不会无理取闹，他哭起来一定是不舒服的，当他已舒服了他这边哭，因为饿，你把奶一给他喂足，他快到饱的时候他就睡下了。很多做妈妈的应该有这个经历，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他没有那么多心眼跟你在那里斗的啊。所以呢父母虽然很辛苦，但是相比来说孩子是最，这个阶段的孩子操心基本上是最少的，因为你基本上他的需要他的要求你是完全很知道的啊，很知道的。另外呢这种阶段的时候也会很容易让妈妈的那个能力展现的最好的阶段，就是这个阶段的。所以上帝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变成小孩子，像小孩子那样的去依靠父母，像小孩子那样的去依赖父母。神能够用最软弱的人去战胜最强暴的，因为神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你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本质的原因就是你没软弱，你真的没软弱。你真的软弱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到神的能力。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的话，这不是神的话啊。你说哎呀这个罪我有点想改变，你是真的没有放下，意识不到你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你认识到真的只有上帝能帮你的时候，上帝一定帮你，你生意、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很多。当你知道你自己爱家庭是有问题，你做丈夫是有问题，上帝一定帮你。问题是你真的示弱吗？你真的愿意软弱吗？你真的愿意去面对吗？神一定会从你的身上建立能力。另外我也告诉大家一个问题，从服事的角度来说，不要把自己的软弱当作是不去爱神、不去尽责任的借口。我没有，我软弱，我缺乏，我不够，我刚信主，我圣经懂得少，成为我们的借口。这些在圣经中看来都不对的。神能够从吃奶的婴孩口中建立他的能力。我给你们一个简单的数据，贝多芬厉害吗？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用一个聋子能写出命运交响曲来啊！神能够用又聋又哑的海伦可乐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神能够用残缺不全的黄美莲，这是台湾的一个姐妹画画然后得了博士啊，残缺不全的黄美莲来成为一个博士级的艺术家啊。他那个见证集有一首歌，就是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那首歌神能够来做成的，神能够用全身瘫痪饱受风湿病困扰的性银子能够去推动社会的改革，成为台北的良心。神能够让这样的人来去转变，神能够用捉对笨死的比尔·威尔斯成为他话语的出口，成为世界上主日学最好的见证者，每周可以向20000儿童来见证上帝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软弱吗？你不软弱，因为你还有能力抱怨，你还有能力告状，你还有能力说三道四。一个真正软弱的人的表现是什么？会跪下来说，主啊帮助我。当你还在有能力说那个误解我，这个吴大哥不理解我的时候，你哪不叫软弱？你还在反击，你还在争斗，你那时候是仇敌，是勇士。你真的说，主啊我真的受不了吴大哥，求你帮我，上帝一定能改变你啊！当然吴大哥也没那么讨厌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有很多能力，我们是不软弱的。我们不软弱，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十字架的大能？
十字架的大能是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现在有能力行善，有能力作恶，上帝要带你进入到让你不再犯罪。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今天邀请你，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神能够来去改变啊！所以让我们的，让外面的压力也好，里面的困扰也好，让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宣告，就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哈利路亚！我们经历的是神的能力，而不是压力。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谁呢？这个徐有仁只是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曾经放了很多小王子的一些照片啊，放了很多照片，让我们去记住了一些丹麦的、荷兰的、挪威的这些小王子。但是圣经中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你竟眷顾他？这是使人大为的一个感慨，说我能做什么？”我算什么？好，现在我给你们宣布一件事儿，你们觉得今天的牧师看看有没有抽风或者是犯神经病啊？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什么梦呢？我计划咱们教会，咱们国语崇拜哈，咱要做一件事。咱们现在多少人？今天应该有100出头哈，我们有这些人。我们呢，现在开始定计划，今天下午要开同工会，我觉得咱们同工会应该有一个计划。咱要盖一个10层到12层高的大楼，啊，咱建这么一栋大厦，啊，里面呢，我们要预备一个可以放5000人的一个礼拜堂，里面可以让5000人在里面聚会，一堂就是5000人，我们要装上世界上最好的音箱或者是灯光，啊，我们要请最好的设计师进来帮我们布置，里面的主日学教室呢，现在咱们是几个？咱们的儿童主日学几个？两个是吧？这最少要30个啊，最少要30个主日学啊，里面要包括幼儿部、儿童部、少年部、青年部、成年部、老年部，反正各种部，该有的要都有啊。每个教室都要放上三角钢琴啊，最好的，咱要摆上的啊。然后其他的基本设施都要预备。咱中国人爱吃，起码要准备一个能够放1000人可以同时就餐的餐厅，啊，1000人一起可以坐那边吃饭的一个餐厅啊。然后呢，厨房哈，还要有诗班室，要休息室，吴大哥也得要有乒乓球室、台球室，能不能在我们大楼里能设计个羽毛球场哈？但羽毛球一个也不行啊，这一个场地不够用了，最少得。起码得10块哈，10个场地这样的，可以里面在里面打球，这样的话啊，这个不行。这个最近告诉我说，很多人买车，咱得预备点车位，小了不行。菲律宾因为没有公共汽车嘛，我们得需要很多的停车位，停车位最少也得放个1000部车的这么一个停车场，啊，多了也最少也得800嘛哈。有些人也没有车，咱总不能让人坐吉普尼来吧？起码要有40部以上的 bus， 上面要放咱教会的 logo， 然后在教会在马尼拉的各个地方，咱礼拜天跑专线，啊，专线给每一个会友都发一个卡啊，然后一刷的时候上面一定要写出一句话说，马卡里国语崇拜欢迎你啊，一刷呢上面叮咚，然后就大家就可以坐上车来这边崇拜和聚会，鼓掌啊。我疯了，你们也疯了。啊？大腕儿，你想到了大腕儿那套电影了。所以，如果我现在，咱们现在100多个人，下午我们要开这样的聚会的话，你要在门缝里听到的话，你一定会注意，牧师疯了，会友也跟着都疯了，那个教会真的都是一群疯子。但是大家注意，上帝就是这样来对待人的。真浪费啊，上帝是真浪费啊，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竟然只有地球可以来想来可以去欣赏神的创造，多浪费啊。月球还得偶尔去看，月球好美啊，很多地方很美啊，
啊，多浪费！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卫领悟到一个真理，啊，我没有机会把天文数字给大家去比较。你去看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真的是啊。你知道上帝为了把福音带给中国人一代一代一代，然后感动多少的人把福音带给我们，非常浪费，非常浪费。你知道教会哈，咱今年都快20年了，这个国语聚会到现在咱都是赤字的，咱们教会都是赤字的，浪费不浪费？很浪费的，非常浪费的。你知道这个史蒂文·罗哈斯今年没来哈，以前你知道他都是派他的佣人在那里打包，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在浪费，多浪费，我们都觉得浪费啊！昨天还有人跟我说，上一个礼拜天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浪费饭呢，啊，多浪费！教会花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大卫领受到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他说，上帝是这样的看重我们，为了向我们表达一点爱，向我们表达这样的一份祝福，啊。上帝让很多人的资源和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上帝他得出一个结论说，上帝真的是把我们按王子来对待，按王子来陪伴，按王子来尊重，让我们得到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啊！前段时间有这个谁要这个赵琛在我们中间啊，我第一次接到赵琛的时候，我拉着他，本来那天我以为是这个本来是有人可以送的，结果没有人来送，那最后我就去送，但是他两个本来要坐我的车去中国城，我就拉他们去了学校。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张先生啊，张先生的事大家都知道嘛啊，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在车里最多的是东北人嘛，哎呀哎呀哎呀，他老哎呀这句话，我说哎呀什么哎呀，这是神人呐 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呢？我说礼拜六啊你会见到他，哎呀那真的能见到他，对，所以从他的哎呀里，我就觉得说有这么大惊小怪吗？我每个礼拜都跟他吃饭，我就很少有哎呀，为什么呢？因为恩典多了，就叫做平常。什么是自然？所有的不自然，一直重复的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就觉得自然应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看着苍穹的时候，他说：“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眷顾我？我们只是人呢，啊，只是我们在身边太多太多，我算什么？神这样眷顾我？所以这是我带给大家的第二点。第一点是：虽软弱，但却有能力成为勇士，活出福音的大能。第二点，我们虽卑微，虽矮呀有限，但是上帝叫我们成为王子。”让我们学习敬重，让我们学习自重，让我们学习尊重，让我们学习敬畏，成为一个王子的生命。你是王子，你是贵族，你是神所创造的，你不应该让你的生命浪费在那些乞丐的生活中，你不应该让你的金钱去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事物中。你有更高的追求，你有更高的价值，你有更高的使命，你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你生于王族，你的血液里面流着救恩，你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被称为神的儿女，你要去被管理，你要去被管理，你也要去管理，你要学习尊重和自重，你也学习去敬重。所以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OK， 第三点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今天早晨哈，我看到一个消息说，在内蒙古的沙漠里面，然后发现了几个排污口啊。我想这人真聪明哈。然后这些化工厂的这些杂质往哪里排呢？啊，都往沙漠里去排啊。我们山东人民想了一个办法，往沙漠里排多嘛？我们打井。啊，我们打井，把地下往下打井。打井是为了干嘛？打井是为了取水，对不对？我们打井不是，我们往里放污水。然后我们把打井打通地下水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化工厂，我们生产了产品以后，还得花很大的钱去污水处理。污水处理是一笔大钱呢，怎么办呢？然后把管子埋到地下，然后从井口里，然后把水灌到地下室去。
逛完了以后赚点钱跑到菲律宾来，你看我缺德不缺德啊？所以我不得不赞叹潍坊人民聪明啊，啊，这是真的很简单，太多太多的事情啊，太多的事情。在我小时候的乡村啊，在我们的家乡，一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有三条大河啊，三条河啊，这个我住的那个地方呢被称为是响水崖，一年四季的水都是瀑布的水一直这样流着的，非常美的啊。这已经近二十年了，水已经完全没了啊，完全都看不到了啊，完全都看不到了。神派我们管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啊。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啊，我们也在讲很多的小事，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把它管得一塌糊涂。我们就像是那个失迷的浪子一样，我们的生命常常真的去耗尽。诗人大卫看着苍穹的时候呢，发出这样的感叹说，我要管理好啊，我要管理好。但是我们看着苍穹的时候，我们的感慨是什么啊？适合发展旅游，这个地方可以盖个庙，这个地方呢可以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回不到永恒中去敬畏，我们只回到利益里面去贪恋，我们去贪恋。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又没有神啊，我们只能够回到我们的利益圈子里面，我们去迷茫。所以我们的月饼越来越差啊，我们的月饼越来越不圆，我们的月亮慢慢的就看不见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永恒，我们没有日光之上的眼光，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管理好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管理不好自己，我们找不到说明书，我们就乱弄啊，我们就乱弄，然后让我们的生命陷到限制的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说，你是一个管家，神给了我们家庭，神给了我们教会，神给了我们时间，神给了我们金钱，神给了我们体力，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源，你有一个责任要去管理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啊，你要去把它管理好啊，照着上帝的原则能够去回到神的爱中去。所以卑微但是而有权柄的管家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祷告神，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去学习，去敬畏，去仰望。所以在大卫的诗中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什么？要敬畏神，要敬畏神。那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谦卑的彼此尊重。谦卑是什么？我算什么？尊重是来自于什么？因为人有尊严。然后呢，再往下去看的时候，有责任要去管理好物质。管理好物质是什么？是科学。彼此敬重是什么？是哲学。敬畏是什么？敬畏是神学。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次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好好的学习去经营，去管理，去打理，去安排，我们好好的去自重，我们也彼此敬重，我们好好的去敬畏。敬畏是什么？好好的灵修，好好的去查验。因为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神借着自然向我们说话，神借着车抛锚向我们说话，神借着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会向我们说话。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好好的去阅读神的话，好好的灵修。最近教会很多灵修群，他们每天都在上面发神的话语，彼此的来去关心。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活在敬重的里面，管理好神所创造的一切。今天我给了大家三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我们是什么啊？我们是满有救恩的，靠着神的能力，有十字架的救恩的能力，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是虽卑贱但却有上帝赋予的荣耀和尊严的地位和身份，所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珍惜。第三个，我们有神所赋予的责任和权柄，让我们去管理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范围，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这一底下这句话呢，是我在几年前看到的，这句话我就一直留下来，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很感动啊，很感动。
我也今天呢读给大家，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仰望苍穹的时候，能够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来，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大家呢需要配合我一句话，就是在谁的手中。来，大家跟我一起说，在谁的手中，在谁的手中。所以当你们听到我关键是的时候，你们就一起说，在谁的手中。我们来试一试哈，关键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篮球在我们的手中值美元19块，一个篮球在乔丹的手中就可以值3300万美元，关键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网球拍在我的手中是毫无用处的，但是一个网球拍在桑普拉斯的手中就是温布尔公开赛的冠军，关键是在谁的手中。一根手杖在我们的手中可以拄拐棍，可以稍微的来敲一下门，但是一根手杖在摩西的手中就可以分开红海，可以使磐石留住活水，关键是在谁的手中。一个甩石器在我的手中，它只不过是一个玩具，不过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儿时的记忆，但是一个甩石器在大卫的手中却可以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武器，打败哥利亚，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荣耀，关键是在谁的手中。5个饼和2条鱼在我的手中可以够今天上午的午饭，但是5个饼2个鱼在那个小孩子手中可以自己吃，可以分给一个伙伴，但是5个饼2个鱼交在主耶稣的手中的时候，就可以喂饱5000人、上万人，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关键是在谁的手中。几根钉子在我们的手中可以钉一下我们的床，可以修理一下工具，但是当这几根钉子放在耶稣的手中，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这几个十字架所流出的血和水就成为救恩的泉源，成为我们得救的记号，关键是在谁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和手中的资源在仰望苍穹的时候把它拿在上帝的手中，你的生命将会成为勇士的生命、王子的生命、管家的生命。愿神赐福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成了何等的人，竟蒙你这样大的怜悯。今天当我们安静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敬拜你，我们的心依靠你。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谢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让我们可以今天在其中来高兴欢喜。我们说，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愿我的一生举起救恩的杯来传扬耶和华的名，让我的生命充满感恩，在这个金秋丰硕的季节也能够结出各样属灵的恩赐和果子来，来荣耀主你的生命。我们在你手中，我们的家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愿主祝福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